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饼干怪兽。今天呢是由我来主持整个视频，我要跟小朋友呢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手机或者是一个 pad 的一个玩具，一个游戏。它呢就是叫做我们的 Kitchen Monster， 或者是叫做我们的 Toka Kitchen， 然后呢它的中文名字呢是叫做我们的小小厨师，或者是美味厨师，或者是叫做厨房怪兽。你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里面呢，在我们的游戏当中去给它设置各种各样的一个人物一个角色，然后给它做出你非常美味的一个好吃的，它就会吃掉你做出来的食物，然后会非常非常的满足，或者是不喜欢你做的食物。你们喜欢吗？我们这边是可以选人物，你喜欢谁呢？因为我是饼干怪兽嘛，所以我就要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怪兽好不好玩。看一下我要给他做什么呢？做饼干吧。好像没有饼干给他吃啊，他都没有 T 恤的，他都是没有穿衣服的。我看看这边冰箱里有什么哈。吃肉怎么样？我们吃鱼吧。你要不要吃鱼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先把它煎一煎。然后再给它加一些佐料，我们给它加盐加胡椒，然后再加一些柠檬，加一些辣酱。好了，我们的鱼做好了，你要不要吃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的热？我就知道。你怎么能把我吐在脸上？我再给你吃点别的，你吃一个洋葱吧，你觉得好吃吗？你又吐在我脸上，我生气了。那给你做个牛排吧，我们也得要把它煎一煎。给你加一些番茄酱，加一些蛋黄酱。好了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你不喜欢吃吗？那你给你吃一个西瓜汁吧。我们现在要把西瓜拿出来，然后再给它打汁。希望你能够好好吃，好喝吧。那你喝完吧，超级好喝。先给你吃一个香肠吧，我们给你炸个薯条，我们先要把它切开。我们给它炸一炸，好吃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最爱吃什么呢？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。我们现在呢可以来试一下，我们来试一下另外一个人，我们再换一个角色。我先给你做一个饼干吧，或者是做一个面包，我们把它切开。好了，好吃吧。他们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好吃。看来你吃饱了。那我给你做一个，你还想吃牛排吗？你吃得下牛排吗？
好吃吗？哦，你不喜欢吃吗？哼。给你加些盐，加一些胡椒，再加一点点的辣酱，希望你能够喜欢咯。哦，这是我们的草莓。好了，给你喝，喝完吧。好喝吧。好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今天给大家做的一个小游戏视频。想看到更多视频呢，不要了给我们一个订阅，就在视频的左下方有个红色订阅按钮，每周都会有视频的推出。再见，我是你们的饼干怪兽，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不见不散。嗯，拜拜，希望你能够喜欢我。